MPay 跨境支付服务正式开通啦！只要你是澳门居民就可以使用。目前 MPay 跨境支付服务涵盖近50个地区，例如在内地、日本等地都可以用到。更加以优惠汇率计算，是根据 AliPayPass 系统汇率自动计算。目前亦都有在内地商户消费的优惠活动，详情可以留意 MPay 入面的资讯。想用到相关的跨境支付功能，在用 MPay 俾钱嗰阵，打开付款页面，切换至带有支付宝或者 AliPayPass 标志的页面，再在右上方选择地区，就可以以 AliPayPass 境外付款码完成交易。这个跨境支付服务需要是 MPay 的 JR、3A 或者 3B 等级的用家才可以用到。如果大家有需要，都可以根据 App 内的指示去升级。而没有绑定银行卡的 MPay 用户，记得要充值钱包金额之后才可以用到。作为精明的消费者，咁优惠的跨境支付服务又怎可以错过？